可爱毕业生要带来的舞蹈表演是 Funny Style。 我们看到可爱的服装都当是兔子装，那这一首歌呢等一下会模仿兔子的动作，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俏皮。那就请各位贵宾跟同学们来拭目以待，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。感谢啊。